要对某个其他老师说，我真的很想交男朋友。不要那么短，不然你会被打。我爱你。真的，很喜欢你。现在跟我们讲几句话。一起上学吧。校园大声歌，今天呢就是要让同学们上台来自白，自白，诉说自己的烦恼啊，或是等等等等，想说什么，一生中的秘密，所有的秘密，在直接在这么多人面前讲，没错，对，直接请同学上台，欢迎请第一位同学。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。大家有没有被当过？哎，有。我常被当。而我今天想要对某个老师说。哦，请说。我都很认真上，也很认真跳，从来不会偷懒。结果呢，学期末的时候，我差两分，然后被死当了。对我有什么影响？他害我回去被我妈揍了。然后最后，我想对这位老师说，谢谢老师。啊，还是不忘礼貌了，还是算有礼貌啦，有礼貌。我真的很想交男朋友，可是每一次喜欢的都是 gay， 要不然就女孩。是你吗？哦，他可以认识你吗？想认识，握个手一下。OK， 放学可以去约会了，谢谢。就是感谢苏伟老师这么爱我们，然后我们也很爱他。虽然那时候不太被看好，但是就是我们也崛起了。崛起！来跟我们讲几句话啊！哦，几句话。老师可以帮我们讲几句话吗？欢迎老师，欢迎老师。帅哥带领队的，帅哥物价，帅哥物价。哎，要他们好好练舞，就是少男不会只会跳 MV 这样，对。哦想跟大家说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就是我想跟我女朋友说，几年几班几号？女朋友是演艺正班李心玉。女朋友她今天身体不舒服，哦，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没来。有一次，我跳舞跳到受伤的时候，她不眠不休，就是整个晚上都来顾我。然后我祝愿大家都有天。哇，这么浪漫呢，感动，浪漫。然后早上再自己搭车去学校，放学再来看我这样。哇，超浪漫。我想谢谢我女朋友，我想跟她说，我爱你。刚刚打电话给心玉了，然后其实他全部都有听到。哇！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说是你男友吗？怎么会跟女朋友说你好？你好吗？我想跟你说，谢谢你了，我爱你。哇！女朋友要不要看一下现在多少人在前面看？这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手不要抖，手不要抖，超多了，超多了，你太紧张，你怎么比较紧张的感觉？手在，你看，相信你看，我没有想说的话，害羞吗？我很尴尬，我告诉你，是泰拉，是泰拉，你喜欢的泰拉，你也对他说过谢谢，我跟泰拉告白了，我跟男朋友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
他说谢谢你，我也爱你。谢谢，我也爱你。这么甜蜜哦。想跟大家说，请说。我希望我能跟许继松老师一样有才艺，很帅，然后又可以防守。老师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真的很喜欢你，真的。你的个性我非常欣赏，超爱。最后，老师，我要跟你讲一句话，真的很谢谢你当我们班长，你真的很辛苦。你要知道。然后呢，真的谢谢你，然后你光头真的很帅，我明天绝对陪你一起去理光头，好不好？各位同学都有听到吗？老师上来，老师上来，我们欢迎老师。好，那老师现在有什么话想对上任说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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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康我们团一个学弟，他叫潘永安。快说快说，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。每次去上厕所啊，那个挡板很高，他就很矮，然后每次就手撑墙壁，然后这样往前看我，看得到眼睛。还有是因为他额头很高嘛，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是团练的时候，他要做一个动作，然后要翻过去。就他没做好，就这样绑这样头，他就这样起来。我是谁？我平常我会干嘛？我就想说，潘永安，以后不要那么拽了，不然你会被打。学弟上来，学弟上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学弟有话要说了。好，其实没什么啦。对，就是有一件事情你们一定要知道。在那个防护的时候哈，要把那个哈衣服裤子给我拉很高哦，上手哦，然后先跳防护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我站这都比他高了。有什么话想再对一姐姐？好，我觉得最狠的一句话，大声狠一点啊！吼出来，吼出来！不要怕，不要怕。然后我今天想要对一个学长说一些话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些学长在吗？他在场。虽然。他有女朋友了，可是我觉得呢，就是我每天都很期望的看到他。我每天看到他，我就会心情很紧张，就是我感觉得出来。我会跟朋友说，怎么办？我看到他，我看到他，怎么办？我手超抖的，这样子。虽然人家有女朋友，但是我还是想要，就是可以当个朋友嘛。哦，可以吗？那个学长是谁？是谁？演算正班郭和义。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兄弟。好，当朋友认识一下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都可以耶！是谁？是谁？今天我们校园大声公告就到这边了，结束了。没错，结束。你们喜欢觉得哪一位同学？我觉得刚刚那个跑上来告白那个，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有勇气，而且看到他抖，我也跟着。很紧张，陪他一边紧张了，你知道吗？超紧张，就我自己要告白的感觉。而且他已经说他知道那个人已经有女朋友。
很有勇气，但他还是想要上来告白，表达一下心意。真的，下一次大家希望我们去哪一个学校呢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。然后也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多分享，还有这个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我们请谢谢中坚高职。很 sweet， 很 sweet。聊聊啊，老师，要不要请老师上？老师，老师怎么了？老师怎么跌倒？老师怎么突然被霸凌了？什么？老师怎么被霸凌了？哎，那位同学，不要霸凌老师。